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我是高宪荣。您现在所收看的节目是我们在礼拜二盘中11:30为大家 live 来做播出，提供您最及时的解盘服务。如果投资朋友您现在手上股票有任何疑问，不知道该如何操作的，我们都欢迎大家利用我们的一个免费 call in 专线0800-787-588 0800-787-588留下你想问的股票之后，宪荣老师在这里都会亲自帮大家做一个诊断，在节目之中给大家最完整的一个答复给您。好，那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谈一下大盘指数，在昨天下杀下跌了86点之后呢，今天大盘目前又稍微回稳了，最新位置目前是开平拉高来到92342，上涨了刚好50点的一个幅度。当然指数的一个部分好，在这边过高之后呈现拉回，我强调过两个，第一个两个重点，第一个好，指数在昨天跌，但是量马上就缩到500多亿，573亿，有没有看到？所以你会看到指数之前涨量有到最多756，跌下来量就缩，好，这个价跌量缩的一个形态都代表它是一个良性整理，后市对多方仍然是有利的。那第二个，指数在过高之后，你说又出现个拉回，对一般散户来看的话啊，会觉得这种行情好可怕哦，哇，指数创新高，马上是不是就要开始跌了？其实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样反而代表这个行情是安全，大家会怕，行情就不容易大幅度回跌。那真正啊，这个要害怕的是，当指数创新高之后，如果连续再拉个3-4根红棒上去，那市场这个行情就会不完全不一样了。到时候大部分的散户就会觉得啊，这个行情真的不买股票不行，多头来了，哇，奋不顾身，每个人都在买股票，量也爆到1000多亿的巨量出现。这个时候有经验的都知道，行情可能在最火热的时候，反而可能就即将亢龙有悔，又要开始这个出现过热之后的一个大幅度回档，那个行情才是最危险。所以像这种行情这样，过高拉回，其实我还是强调，对投资人来讲，你反而要懂得安心，这个行情反而不容易出现大幅度回跌，顶多就是先震荡整理，后市慢慢的震荡向上，格局都不变。但是在这个时刻，好，回来继续谈，谈到要去赚钱，其实重点都不在指数，而是在于你能不能够去做到所谓的掌握结构，太弱则强这8个字。那什么叫掌握结构？什么叫太弱则强？好，所谓的结构，我把股票的结构分成4种，分别代表潜龙勿用、见龙在天，然后飞龙在天，最后亢龙有悔。它也就代表股价正在处于趋势里面的4个阶段。潜龙勿用代表的是趋势仍然潜伏在地底，未见天日，这种产业趋势持续在衰退，股价处于弱势的一个阶段，不宜贸然的摸底。同样，如果还在相对弱势的股票，你也应该尽早太弱则强，不然指数就算涨，好，这个股票顶多是没有跌，但是你也赚不到钱，平白浪费了很多时间成本。那最要小心的是亢龙有悔，好，趋势过犹不及，气力将尽，这时候股价已经处于头部，看似仍然强劲的时候，你要小心大户已经趁机在出货，时尽末路，当司要如何下台，以免悔不当初啊。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举最近生技股哈，我们看到这是最近的一个这个啊财经周刊里面最新一个这个啊封面故事，就告诉大家生技股背后贪婪的游戏。谈到了说，过去这1年多，台股呢出现了最热门的一个产业，就是生技股。为什么过去一年市值居然蒸发掉1800多亿？那这个是最新的一个周刊，好，探讨说，过去这1年多，为什么生技股股价会跌成这样？我想，如果这一年来你买了生技股套牢的投资朋友，你应该心里都非常有感触。看着指数过去这一年从7600多点一路涨到现在9300、9400点，居然你手上的生技股是一路的一个赔钱，一路的套牢。其实我会告诉大家，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这些在过去1年多前，各位投资朋友怎么样去避免？来，各位投资朋友，我们回顾一下，这是1年多前，2015年11月23号，
报纸消息当时在写说啊，终于现在挂牌了啊，这个生技股买盘就会开始加温。当时在一年多前，报纸都在写说，哎呀，关于生技股的利多，哈，以价质量，现在高要价的时代来临，所以呢，对生技产业来讲，这是一个天大的一个利多。可是，在当时还记得我提醒大家的是什么？这也是2015年11月23号的时候，那时候我在节目当中就特别叮咛大家，当上柜生技股涨到这里，哈，那时候特别提醒，生技股的利多云集终于要挂牌了，说会有比价效应，高要价时代来临的时候，我提醒大家，背后的大户什么时候准备要出货呢？我提醒大家8个字：此时不卖，更待何时？说生技股此时已经爆出了高档，爆出了历史第三大量，指标也出现未过前高，高档背离的讯号。接下来再涨上去，都叮咛大家务必要特别小心生技股，包括那时候的昊鼎涨到755块，好的时候都特别提醒小心啊，小心什么？技术分析告诉我，这里的昊鼎已经异常爆大量，已经出现警戒讯号。所以我在节目当中都特别叮咛大家，这时候的一个趋势都已经可能怎样，准备出现扭转的讯号已经都出来，务必要小心。也就是很明显的技术分析来看，股价的4个阶段它处在哪里？已经处在亢龙有悔的阶段。结果呢？结果这一年下来，你有没有发现到，如果在当时你看得懂，哎，这个原来这个生技新药股已经在亢龙有悔的阶段，要赶快避开，你就不用现在中裕的股价从那时候挂牌之后303块的价位跌到现在指数涨了1000多点，对不对？你的股票可能是腰斩了。更不用讲昊鼎从755块现在跌到剩下多少钱，今天盘中271块。你有没有发现，哎，其实现在生技股你在那边抱怨说，哎呀，为什么会跌这样，又想找谁来帮你负责吗？又要来政府来救你吗？每次做股票赔了钱都要人家来救，这永远不会成为股市的赢家的。你要去思考，那为什么当时你不懂得原来这里的昊鼎就已经是亢龙有悔，不要再谈了，应该要去思考如何下台了。而其实你会发现，早在当时我就已经技术分析叮咛大家，这里的趋势已经可能出现扭转的信号，要特别警戒小心，要避开，对不对？所以各位投资朋友，在这个阶段我都会叮咛，其实指数会不会涨先放在两边，还在其次，最重要你要去检视你手上的股票到底处在股价的结构当中，是不是还在潜龙勿用，或是已经见龙在天，甚至已经飞龙在天上去，还是已经到了亢龙有悔的阶段。当然如果说投资朋友您针对手上股票有任何疑问，哎，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潜龙勿用，是不是亢龙有悔，没关系，都欢迎大家利用我们的一个 call-in 专线0807875888，留下您想问的股票之后，宪龙老师待会下节目都会亲自帮大家做诊断，并且在节目之中给大家最这个专业的一个答复。好，那回来继续谈，谈到那当然要买什么股票呢？见龙在这个啊，潜龙勿用的股票要避开，亢龙有悔的股票要赶快跑。那我们要买，就要买见龙在田的股票，它代表的是趋势初露头角，准备要大展身手，产业正处在萌芽期，准备进入到萌这个成长期之中，股价低档开始转强，正是应该把握上车的机会，大波段操作将有可观的获利可期。所以，如果你说能够把亢龙有悔的股票换到我们所说见龙在田的股票，你会发现，哎，那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就像一年多前，如果投资朋友把昊鼎那时候700多、600多，赶快亢龙有悔了，知道要下台了，对不对？要下车了。然后换到当时我们说产业正处于萌芽期的谁呢？来举个例子，这是当时我们正在看好的穿戴装置，跟大家做的产业分析。我们分析说，全球的穿戴装置2015年的出货量将会达到6700万套，年增率高达109%。2016年将继续成长70%，再增加4700万套，达到1.141亿套，增加数量哈是最大的时刻哈，强势看好。那它会带动谁呢？带动我说 OLED 的优点哈，跟面 TFT 面板比较，它可以自发光、无残影、高亮度、低耗电，以及厚度薄，只要2公里，更可以挠区，是最适合用在穿戴式装置的。那这时候，有竞争、有爆发力的产业出现了，有竞争力的公司是谁呢？
好，这是当时还记得我们在推荐专注生产小尺寸 OLED 面板的5245的智晶，受惠于穿戴装置、车用电子的需求强劲成长，营收也开始创下新高，启动了成长动能，业绩接下来将会有亮眼成绩。技术面也有大户在进货，转强讯号出现，所以呢，当时的股价在哪里？在这个地方50几块而已，推荐给所有会员朋友开始来做布局，对不对？好，后来股价是不是就从50多块大涨上来，最高甚至涨到199块上去，掌握到一个大波段的利润。你会发现，当时如果你能够知道生技股，哇，已经这个亢龙有悔要下台，换到智晶的身上，这个才能够去真正在股市里头赚得到钱嘛。好，不止智晶，好，同样当时如果你把昊鼎、把中裕的股票赶快换股操作，知道要下车了，换到当时，这个是2015年11月份，对不对？在推荐大家，我们所说看好的是谁？寻基防滑系统的一个这个智深科，还有涡轮增压引擎、喷射引擎的智深科，对不对？观察到当时业绩都已经开始出现长线爆发力了。技术面也有大户在进货，成本多少钱？62块多都算给大家看，也就趁着拉回在大户成本附近的时候，持续在逢低布局。这是当时的智深科，对不对？那后来呢？股价就开始持续的发动攻势，我们都持续的在看好。现在智深科多少钱呢？各位投资朋友，今天股价目前又在涨了，涨了3块钱，来到140块。当然，我不是叫你在这里去买智深科，因为你会看到我们从60几块就已经推荐大家。现在智深科我们已经这个赚了超过1倍，就建议大家先出一半吧，好，获利入袋，将原始的资金本来买100万变成200多万了，出一半不就将原本的资金收回来？剩下股票哇，就零成本的，就可以不用再在意前阵子跌到120几块怎么办？我们成本是零嘛，对不对？现在涨上来，就继续赚就好。这就是我在强调，做股票你会看到，如果你过去一年抱的是生技股，你现在心在淌血，指数涨没有用，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买到了智晶，买到了智深科，这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是我为什么再三叮咛大家，看盘的重点你必须去掌握结构的变化，赚钱的关键你必须做好汰弱择强的动作，而这也就是我们极品操盘团队最重要的使命跟责任。不是在像其他投顾老师每天在那电视上表演说，我买了什么马上就会涨停板，那个叫做神话，神棍才会讲的话。真正的操盘高手，我会提醒大家，就是要去时时刻刻去检视哪些股票正在转强，你要懂得买。强势股好发动攻势，飞龙在天了，你就牢牢的抱住。等到哪天，开始大户出货，转弱讯号出来，亢龙有悔了，当时如何下台，赶快获利了结。对不对？然后弱势股就不要去碰它，这才是我们极品操盘团队时时刻刻在帮助会员朋友的地方。找到强势股转强的股票，我们带你买强势股，带你浪屌屌大波段操作，等到哪一天大户再出货，转弱讯号出现，带你获利了结。甚至会员朋友想知道，那宪荣老师为什么都看得懂？一年多前知道生技股已经趋势要转弱，要准备扭转了，而一年前会教大家买智晶，教大家买智深科，想学的投资朋友，这个部分在我们极品操盘团队的网站上面都有一个会员专区，里头除了分析日记，好，每天都可以看到宪荣老师大盘最新的观点，个股最新的推荐，还有包括了云端教室技术分析的电子书，这个云端书柜技术分析的电子书，云端教室7堂课线上的课程，每个礼拜还有2次的实战教学，教大家什么？像在云端教室里头就有7堂课，最重要就是在教大家怎么去了解对手大户进货出货的手法，你看得懂才知道，原来哪些股票大户正在进货，哪些股票这个你值得留意，哪些股票大户在出货了要赶快跑。然后呢，你能够去掌握好结构，正确的分辨强势股跟弱势股，更能够去看懂股价的转强讯号，你低档会买股票，看懂个股的转弱讯号，你高档知道要卖股票。这个部分就是希望投资朋友都能够去学会之后呢，有朝一日成为操盘高手。好，那接下来的行情，当然继去年的智晶，继去年的智深科，我们大获全胜之后，新一年2017年，我们将锁定在最有爆发力的，我说的爱车搭五这4大明星产业 ，iPhone 8、车用电子、大数据以及物联网的部分。
那这里面当然已经有许多个股开始发动攻势上来，十二月推荐大家的台药，对不对？上这个月月初都还有继续建议大家加码布局，现在股价已经从34块多一路的大涨，最高来到42块2，昨天都还建议会员朋友拉回来不要怕，继续的抱好，现在股价呢又继续拉高，目前又涨1块2了，对不对？还在继续赚。好，那再来看到上个月推荐大家的建准的部分，今天股价哎这个高档震荡一下，不过最高已经来到多少钱？从上个月推荐大家的24块多，现在已经涨到今天变成3字头了，对不对？好股票现在已经见飞龙在天上去，当然这个时候都会叮咛大家，先不要急着去追，要买股票你要记得要懂得领先市场，买在低档，见龙在田初露头角的时候来做布局，现在涨上去就可以坐在轿子上，让别人去帮我们抬轿了。这就是我们在做股票带会员朋友操作的一个方法。那新黑马的部分，包括我们在最近啊线上演讲会当中啊，像这个地方啊，就跟大家介绍一档，这个属于看到这个属于啊这个物联网的概念股，以及车用电子双成长动能，4G 基地台以及 LED 照明，还有包括车用仪表板、车灯啊都需要用的零组件，现在呢哎业绩开始启动了成长动能之后，今天股价哎也开始大涨了6%上来，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好股票现在正在一档一档的加温。如果说投资朋友认同我们的操作理念，也想要跟着我们的脚步，我们的使命跟责任就是要去帮助每一位会员朋友锁定最有爆发力的产业，找出最有竞争力的好公司，领先市场，买在低档，大波段操作，目标就是要掌握像智晶、智深科这样大波段获利的机会。如果投资朋友认同我们的操作理念，都欢迎大家待会休息时间就来找我们，指名加入宪龙老师的极品操盘团队。休息一下，第二阶段我们还有更重要的内容，马上再回来。地震了，怎么办？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抓住桌角。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韵达投顾精明操盘团队，由高老师亲自带领，专业、用心、重诚信，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最前瞻的产业观点。洽询专线零2-27810909，2-27810909。韵达投顾高老师极品操盘团队入会专线02-27810909，2-27810909，限时来电入会，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轴轮精细的刻痕，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部分昼夜的运转，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斟酌每一个环节，带领会员转动获利的巨轮。因为珍惜托付，所以全力以赴。韵达投顾02-27810909，02-27810909。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让自己沉淀，享受这片刻的宁静。Choose your own life， 鹅牌气密窗。做父母的最怕听到肠病毒，一个疏忽，小朋友的健康就可能受到威胁。家中宝贝如果感染肠病毒，一定要注意重症的前兆，像是嗜睡、手脚无力、意识不清、持续呕吐、睡眠中突然出现惊吓到的反射动作、呼吸急促或心跳加速。出现这些症状，一定要马上到大医院就医，以免错失治疗黄金期哦。认识肠病毒重症前兆，许孩子一个健康未来。大家好，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好，那昨天有一个投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啊，宪龙老师他好后悔哦。哎，我问他后悔什么，他说上个月啊，宪龙老师在推荐他买台药、买建准的时候，他那时候还自己在担心，想太多。好，那时候觉得说啊，大盘指数好像涨很高了，不敢买。好，那这个地方后来指数真的跌啊，结果现在指数看到又涨回来了，结果发现建准，我宪龙老师推荐的台药那时候还在这个低档34块多。
指数等到下来的时候，他想买，哇，已经涨到37块，他想说再等等吧。结果等着等着等着，股价现在已经涨到41、42块。建准也一样，好，那时候指数在9400的时候，他想说，哎呀，等回来的时候再来买股票吧。结果指数真的跌下来的时候，哇，股价已经从24块涨到28了。那等到现在指数再回来的时候，哇，股价看到已经涨到30几块了，这个根本没有办法再下手了。所以他说他好后悔哦。其实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在市场上为什么赚到钱，就是不断的在那边怀疑，不断的在那边想太多，结果呢不断的错过了很多机会。所以我再三叮咛大家，永远要记得千金难买早知道，人生没有后悔药。如果不想要当事后才留下后悔，就要当下下定决心。任何事都是从一个决心、一粒种子开始，在今天播下希望的种子，明天才能够去享受快乐的果实。所以如果不想要事后留下后悔了，其实我一直提醒大家，指数先放在两旁，重点有好股票，有大户在进货转强讯号出现的时候，该出手就是要出手，对不对？免得事后又看到指数来来回回震荡，好股票又不等人，又这样持续上去了。在接下来的行情，好，我还是持续叮咛大家，锁定在哪里？锁定在最有爆发力的，我们说2017年要赚钱四个字的关键密码，爱车大物。它代表的是 iPhone 8车用电子、大数据、物联网这四大明星产业，有很多好股票真的不等人，开始发动了，对不对？台药上个月跟大家介绍的时候才34块，现在指数还是在9400，对不对？啊，这稍微又拉回来一下下，可是股价呢有没有等人？没有啊，从当时34块多建龙在田，现在已经涨到最高42块了，对不对？建准上个月介绍的时候才24块，现在今天也已经涨到30块以上了。对不对？好股票真的不等人。重点，那我们就是要去找到这样子有爆发力的产业、有竞争力的好公司，领先市场，买在低档，大波段操作。接下来新黑马的部分，我们也正在锁定一档物联网加上车用电子的新黑马，它的主力产品包括物联网加上汽车零组件，现在都同步在新增生产线、扩充产能之中，代表公司它的一个订单都掌握在手中。未来啊，人家是一个成长动能，业绩就大幅度成长了，它有双成长动能之下，12月营收已经开始创下历史新高，启动了成长动能。所以你会看到宪荣老师在推荐股票，我不会像其他投顾老师，为了要在电视上表演涨停，看到最近题材什么比较热，看到哪一档股票快涨停了，哇，才急急忙忙叫会员朋友去买。我们都经过很仔细的评估，投机股我们绝对不碰。我们绝对是找的有爆发力的产业里头，业绩真的会往上成长的好公司，并且趁着股价在大户进货转强讯号出现的时候来做买进。就像当时的建准，不就是在低档的时候，股价刚刚突破下降压力线，推荐大家来做布局，对不对？现在才能够播下希望的种子，现在才能够去享受快乐的果实。接下来新的黑马的部分，我们都已经开始来做锁定。其实昨天大家都说大盘不好，跌了86点，对不对？股价才昨天还拉高上来，涨了1块多上去。好股票就是要这样子，不用靠大盘，自己就敢涨，这才是我们要的。那重点是，你如果说认同我们的操作方法，我们的操作就是要这样子，不要去跟着市场乱枪打鸟，所以这个啊，到处去看到什么股票乱涨就要去乱追。我们就是仔细的锁定有爆发力的产业，找出来有竞争力的好公司，这样的股票才能够走得长长久久。而且呢，坚持当低档有大户在进货、有转强讯号出现的时候，领先市场买在低档。就像智诚科，别人买在100多，我们买在64、65块；就像智晶，别人买在100多，我们买在50几块。大波段操作，这样才能够成为股市当中真正的大赢家。那如果说投资朋友认同我们的操作理念，也想要掌握啊去年的像智晶、像智诚科这样子能够让你大波段获利的股票，像今年台药、像今年的建准这样子一开始股价低档发动上来的好股票，都欢迎大家指名加入宪荣老师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让我们带领锁定2017年最有爆发力的爱车大物四大明星产业，
现在加入的话，还可以享有别人没有的啊，这个包括在我们会员专区里头啊，里面好像是云端书柜、技术分析的电子书。你说你不懂，我从 K 线形态基础教你教到会。那进阶的，你说你学过 K 线形态波浪都不会赚钱啊？真正的操盘及技术分析是要教你怎么去看懂股市的结构，分辨强势股跟弱势股，教你怎么样掌握低档转强的讯号、高档转弱的讯号。想学的投资朋友，每个礼拜还有两次的实战教学，让你能够去成为股市操盘高手的机会。欢迎大家好好把握，指名加入宪荣老师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好好把握机会，跟我们来做联络。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鲜明操盘团队由高老师亲自带领，专业用心重诚信，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最前瞻的产业观点。洽询热线零二二七八一零九零九二七八一零九零九。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零二二七八一零九零九二七八一零九零九。韵达投顾高老师极品操盘团队入会专线零二二七八一零九零九二七八一零九零九，限时来电入会，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零二二七八一零九零九二七八一零九零九。以上是记者邵婷在街头的采访报道。记者目击一场车祸，由于两台机车相撞，造成三人受伤。车祸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跑车并排停车。小姐小姐，请问一下，为什么要并排停车？我只是说去买东西一下下而已啊，我也不知道这么严重啊。方便一下子，祸害一辈子，请勿并排停车。大家好，我是卫生部长林作言。又快到流感流行的季节了，对抗流感最有效的预防就是接种流感疫苗，因此扩大公卫流感的接种对象，包括幼儿、中小学生、青少年、孕妇、产后妇女、50岁以上的成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都可以公卫接种。